看，我把这个梯子给搬出来了，还拿了绳。你们猜我要干啥？我要把这个葡萄上面的这个网给织好了。上次这个葡萄给它打了顶之后，留了最顶上的一个侧芽，让它往前生长，已经长了很长一段了，都有点挂不住了这一根单丝绳。顺便再把这一个地方做一下遮阴，因为现在的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今天的话温度都有34摄氏度，好像还是35，很多花都晒伤了，要做一下遮阴了。这个网已经织好了，接下来再拉一下这个遮阴网。遮阴网也拉好了，看一下这个效果，高度还是可以的。这个地方还没晒到太阳，这个地方晒到太阳了，这个地方晒到太阳，好像这个遮阴网只能遮掉一半的阴。看我脸上的太阳，有些地方有，这样的话也好很多了，这个花会更受得了，没那么热。